比较足的，该正常起步都站起步，慢着点。其实我在摩博会那儿也试过，当时那个时候那个低溜都其实说完刚说感觉有点儿，而且那个也试不到高转嘛，在摩博会的时候。那个反正应该你可以拿一档或者拉一下，那个第一条直线可以稍微拉一下，那个不能上路，因为现在还没上牌。好。还有个空档包袱，空档的话是大型转包袱。嗯，我今天捋一下吧。哇、哦！啊，好怕呀、啊！我的天，天哪，那个车好战斗啊！我靠！对，哦，呵呵，哇，这地流可以，哦耶耶耶，哦呵呵呵，还有点穿，好开心，这台有点开心的车子。而且它转速攀升的很快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做成街车的话，相当棒的一件事情。再来一次啊！
车真的，哎，我感觉这个动力已经完完全全够用了，真的完全够用。在城里面的话，现在挂个三档啊，有点感觉到有点喘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走起来。